乖还是你乖啊？谁乖？谁乖？谁乖？你的宝宝？宝宝。哦，宝宝乖啊。嗯。爸爸。还是爷爷乖。妈妈。嗯。猫猫啊，猫猫。马上还有一点点吃完，我们一块包饺子好不好？你要不要帮忙？你要帮忙，对不对？妈妈。哎。把这点吃完好不好？他今天晚上睡觉肯定不好好睡，因为他那个鼻子。嗯，喝一点。没有，这个人很奇怪，睡觉的时候什么都好。来，张馨月，你吃一口，我把这个东西拿来，我这个机器拿过来，你吃一口就拿过来。来，